个麦克路，我紧动手术。即马是叶家上危机的时阵，我绝对袂当伫这时阵倒落去。什么人呐、啊？害羞这么好？哎呦狗，伊龙家煞侪无人啊啦！是谁在讲叶家无人啊？文聪，对，真是假？他家是不是有你书店下见面啊？人家做什么拢唔知呀，我一定要叫阮妈。我知影阮爸有一个女人，应该当别必要的时阵保住伊家己妈的性命。伊大概来迄个状况吼，已经一段时间啦，伊敢歹考虑，我紧动手术。即马是叶家上危机的时阵，我绝对袂当伫这时阵倒落去。什么人呐、啊？害羞这么好？妈，爷爷。你敢讲出来？你敢讲？在有别单位，我怎么死去底？人嘞！恁真正是好大胆，敢在我面头前咧变鬼变怪！徐建立，别笑！但叶少峰真正的声势哦，拢是靠伊是业界人，怎么大家无要承认伊？那恁阮哥就阮爷啊！现在媒体拢在传讲我的阿妈病危这个消息。这并不属实。玩闹我代理，是厉害阿妈倒的。我听到阿妈倒的叶志贤跟叶少强两爷，今晚因讲唔知诶，所以我们才轮到这三个跟叶家无关系人在这乌龙蛇道。啊，我等叶家，伊龙家煞侪无人啊啦。是谁在讲叶家无人啊？